要不就给他做完了吧，因为他不光是说这种感染上的问题，整个内脏全都坏掉了，这样耗的骨盆受这就很痛苦了，而且你后期就完全看不到希望，你只是建议一下，你考虑一下。那你跟一个少爷啊，一个胖的连六十多斤了，啊？你说昨晚九姨还发福，你得长到多胖？刚才进门还不愿意进来，我知道在打针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一会儿就得睡个觉。小白过来，你看，又笑又笑。哎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好了呗。我看看，搁院里边怎么孩子不理，到这边就不行了吧？啊？院长，等会儿正好给看看这个腿现在恢复怎么样。好，行，好，让我看看。行，反正搁家里是挺烦的。行。哇，啊，江江走了，江江。你不是喜欢咬我手吗？那给你咬咬咬。这是保护你的手，平时喜欢拿来玩耍，我看你还玩吗？那提安全感，给你安全感。你还不？别真咬了，你别真咬，啊？你摸手有安全感是吧？你看，匍匐过来让你摸。胆子最小的都是谁？强强。强强胆子小。嗯。之前不是肺部是白肺嘛？好。做雾化做洗啊，然后搁笼子里边，他害怕。都不敢出来。然后扛来的。你下。走了。强强不是害怕吗？来，给手，咬吧。你要害怕就不咬了，哎呦！啊，来，咬着玩吧。给你感觉感。不行。豆豆还不知道干什么呢，就开心说这个地方那么眼熟的。咱不用再沦为省运的机器了哈，省运那个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也做完绝育手术了。你看，像大狗确实做绝育，包括用麻药哈，嗯，比较多，因为它一个肺还够小够了。对。你啊，累吧，走两步，累吧，来狗绳都没给你牵，直接出来了自己啊，一点不累，你能出来吗？然后这精神状态，那比天上和林林好狠了。我没有牵狗绳，人家不让散步哈，咱回去，快，对，往回走，慢点走，对，慢点走。
乖了，我们的小白玲玲。哎呀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乖的小猫孩，真的就是说太坚强了。你一抬头，你一夸他，他把头抬起来了。好嘞，我来换明天给那个弄，不能填哈。来，一会儿就给你带走了，我跟你说。哦。强强也自己看了，强强。哦，少了是吧？自己看。以后的健康，知道吧？强真棒。强强别看了，好了，别看，越看越伤心，好，别看了。啊，好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知道你刚才想喝水，但是不能喝，喝完就吐了。好了，再换下一个哈。给小让我摸摸吗？刚才不让我摸了。啊，花花，花花不能记仇。乐乐，大家看好，我们出去了，看看胖胖好不好？看金毛。腐肉前两天一直是粘上的，今天烂了。刚才我往里边，我刚才往里边看了一眼，里面的肉也都是烂的。我跟你喊过来，我喊你去问问。哥，他的蛋蛋也开始流脓水了，全都流湿了。这个腿上，你腿上都是伤口。看下边这个一块大块。对呀，他这一大块，整个肉都掉了，这得怎么？我还能去做一点清创之类的吧？清创可以清一下表面，因为它这个现在是胳膊肘这地方烂了哈，但是它这个整个背部的这个地方，那天昨天来的时候不是抹都给泡沫了吗？嗯，就说明里边的肉啊都坏掉了，这里边的肉就很深的地方都已经说它以前出不来，现在有个口能不能拍出来，虽然能拍出来，但是这里面的好多肉都已经坏掉了，坏掉了，然后呢咱没办法去手术干预它，因为它不知道它的面积到底有多大。另外一个深度很深，已经到估计都到骨头了。到骨头之后，你没办法去缝合，就你把肉全摘完了，那么那里边很空虚，那做完之后也是肯定会感染的。另外一个，如果是有腐肉切不干净，那个手术还不妥当的。这个狗啊，感染成这样的，都到骨头了，整个嵌子，这两个嵌子全都腐败掉了，现在没有救的希望。这救过来啊，他这个两个签子也得接住，你说对于他这种大型犬来说，这活着意义就是痛苦，我感觉就是要不就留他做了，他不管是说这种感染上我内脏全是坏掉了，这样你看耗的我很受罪，很痛苦，而且你后期如果